哥们，好消息哦，三千的父子四代又跳水了哦。刚好今天收到一个北京的粉丝叫，帮他挑选一台12+512的，我们看一下市场到底有多香，走。兄弟们，手机我们已经挑选好了，这台是三星的富的四代12+512的，这是美版，这是个绿色，我们来帮他看一下这个成色，这个后盖是没有划痕，我这原厂膜都在啊，这小屏幕肯定是没划痕的，这里有一点点小磨损哦，正常使用痕迹，这属于亮机哦，没有磕碰，这边也是没有磕碰的哦。这美版是一个有这个毫米波的啊，它是支持单卡不能双卡啊。看一下这个大屏幕，三星的屏幕非常贵哦，这个都是有原厂膜的啊。它这个屏幕是，这个小屏幕是一个6.7英寸的屏幕，大屏幕是一个7.6寸的大屏幕，它支持一个120赫兹的高刷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屏幕有没有黑点、彩点这些啊。这屏幕一定要看好，因为太贵了啊，没有黑点彩点这些，完美哦。Nice， 看一下它支持一个 IP68 防水的啊，这气密一定要在范围之内。OK， 数值跳动正常，没有问题，没有拆过的啊。这屏幕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断触啊，没有断触就证明这个屏幕是好的，自动退出就可以了啊，这个没问题啊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给我这个，给我个最低价。这个吧，你经常来哈，我给你个最低价，真的最低了，59。59是吧？嗯。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桌面，如果你没有双卡需求，可以选择这个美版单卡的，它也是3网通5G 的。国行的话要8-9千哦，相差还有2000多的差价哦，使用起来也没什么区别哦，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到位。好，这个台我们就帮粉丝拿下了哦。像这种外版的，我们也会给粉丝保修半年的哦。好，帮我记一下。OK。